男子汉吧，男子汉，我觉得让我学到很多，然后我觉得特别庆幸这次机会能够去到部队，然后看到很多在外面看不到的场景还有世界，所以我觉得说有机会大家都来关注一下。最近跟家里人聊的最多的就是部队的话题。圣诞节啊，希望有机会跟家里人过。就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陪伴吧。然后，那今年也能有一些假期是可以跟家里人一起过的。宝宝的笑容吧，就三个字：买买买。买错也不怕，就是喜欢买。我不是女强人，我是萌妹子。